长不么约定都不对外说，既然不懂说了嘛，说有谈过，我想谈的内容方式还是回到请大家去问郭董事长。那现在对于他信守承诺还有这个信心吗？没时间哦，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，我们一起努力，谢谢大家。我觉得他现在就是在比赛的地位，不是国民党征召的国民党的参选，尤其经过全国代表大会协力都通过了。既然我接受了这个任务，我参选总统的态度从未改变过，我一本初衷，扛起责任，勇往直前。我说他现在希望说，不管是不是可能会牺牲他在中共那边的这个资产，他也要换取台海的和平。他会觉得他是最顶的氪金玩家吗？对，包括了一些言论，我对你自己啊，我们都尊重他。